讲那都是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我看你是一天没事随便吼，太吓人了。那个，你说话能不能那个好好说呀？我血糖上来受不了啊！小伙儿，你纯粹把我的脾气勾起来了。你别看我甜甜的、温柔的，别以为好欺负。我要收拾你背负的，要不咱试试啊？那个，你不要找一个对自己厉害、对别人温柔的吗？你看看他对你咋厉害？关键他对我温柔啊！你看说两句话，你不喜欢对你温柔的是不是？我现在给你厉害一下嘛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完事儿了呗。我看你也厉害不出来呀。那咱试试嘛，不试怎么知道了？现在你就是我老公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啊？喂，亲爱的小虎虎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怎么还不回家？你喝完了没？在酒吧玩呢。你说啥？我没听清。酒吧了。酒吧了，行，没事儿。愿意上什么酒吧？酒吧愿啥吧啥吧，反正你10:30不回来，我就开着门睡觉。没记住我，燕姐。没记住啊。那你是觉得他还是太温柔了是吗？感觉说话有点温柔，就是跟我说话就是你告诉我，赶紧给我把衣服洗上。